太勇敢了，他们的心嘛。现在就告诉你，我以为是互动的，有两个人推，我是要动啊。好，让我们欢迎张远、王月星。他们只舒适了，这个一撒手能回去不就成？哎呀，好舒适！这个已经不舒适了。哎，你们是怎么选择出来的？谁躺下呢？啊，是年纪大的躺啊！手上还没捞，你这哪儿了？哎呀，累了，累了，累了，过了。这哎哦，就这窝哥，这窝我停下了。一起那个，喂喂喂，一起用掌声热闹热闹，哇！我们简单热个身就行了。好了，欢迎亮来。首先是我们的这个按出场顺序吧。首先是这个酷炫队的这边来吧，好吧。好，来，第一位是他点货，就在这个后面啊。对，还铺过地砖，瓷砖，美过缝儿，挖过那个沟。是，来，再就业小分队，预备开始。哎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再就业男团，越来越像是。别看这种手势，越来越是电器啊。对不起，因为我们这三个叫越来越降智啊，越来越降智，看得出来。我们就十个，今天我们站紧一点，站好好站紧，站紧一点，站紧一点吗？我们坐那个高的，我们是哦，是，我们是站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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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陆虎，又跟大家见面啦。欢迎乐奇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一飞。哎，我的脖子。降智了，因为全程都是由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说了算，所以你们的出场方式在预热的时候也是感谢我们。觉得酷炫出场方式是一个开的跑车，是跑车，的确也是跑车，对，但跟你了现在，对，跟小众跑车不太一样，一人一辆车了，没有想到是这种小朋友的玩具跑车，对，反而感觉那个舒适好像感觉更酷炫一点。你们仨是一点不晒是吧？还是你们会，还挺凉快。你们躺在床上的三位呢？哦，其实只有一位。这个我们这个非常非常的喜欢，而且我们的观众特别懂我们。对，我也怎么说呢，就是让我们注意休息的同时，也不要忘记努力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这是，毕竟节目做的多呀。好了，我想问一下两队对互相的初印象是什么？之前你们熟悉在这个男团吗？那当然，我是我们的投资人呢。天哪，同样打工人的关系啊！说到投资，我们是好像是唯一那次投资之后失败的。哎，来解释一下怎么回事？那天的负责人是，好像就是本人，我突然不敢接茬了。而且在昨天咱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，我还听出了一个黄渤。没有关系，就是我们把第三季的那个情已经把立好了，把这个位置免费入了，免费入股，直接给哥哥们分红。对，其实是非常熟悉的，是的，经常互相串门，对不对？而且两个节目本身就是同事，谁啊？太熟悉，请出各自的参谋，好不好？首先，参谋长，来，那个十个晴天，请出你们的参谋。OK， 让我们气势有请我们的杨导，气势杨导。这一幕熟不熟悉？转圈。写美了，好了，两位参谋呢也不是白来的，两位军师他们是带在里边过来的，然后我们站紧一点，站紧一点，我们要不要再回来？我们来首先跟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一下你们带的是什么礼物，好不好？嗯，我们这边带的啊，没的，是我没看见门票啊，林世家的，林世家的，被家的，好一点，绝杀了，绝杀绝杀我们的。绝杀，牛了，赵浩吓得鼻毛都滋了。那么有请赵浩哥来说说了，怎么办？哎，你们说，工厂的礼物是什么？你还忘了你造的，我当时没跟你们说。哦，四下一切。
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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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非常好的，那这也挺珍贵的。其实就机里面会随机放那个演唱会的门票，或者是那个成员们的签名照，大家。好，两位导演，你们今天的功能是什么？我们的功能是，因为我们弟弟们，你快进来，来来，你进来一点，你进来。因为我们弟弟们第一次跟哥哥们来参加这个节目，所以有一部分呢需要我们这边来做一些出谋划策。这边就是开始自拍了，自拍了，因为我们在看直播。哦，哎，导演三位直接看监视器，对，监视器，哦，你们赶紧给干活，干活。你今天起到的主要作用是什么？监视器。投弹幕。我现在起到的作用就是了啊。投弹幕，我现在起到的作用就是了啊，人形弹幕就是实时提醒，万一啊，啊万一万一有点什么你们干不了的事情，你来，你来干，我来。好，那几乎今天全程都是你来的。最重要的是要有什么歌上。好了，好，非常好。我觉得两队可以，就是稍微想想你们的一个口号，口号。然后我们跟大家这样，你们商量的同时，必须得重新再来啊。对，接下来半个月我们就在这儿关机了。对，对，反复过第一关。对，好吗？好，好，我们来听听你们商量好的口号是什么。哎，没有，我们刚才就想好了，医生。他们刚才想的。我们大声喊出来好不好？三二一，后斗二四七就要争第一。哦，气势十足啊！这是要拐七拐八的这样的。我们没想好。哎呀，来就这样子。准备好了吗？他们已经想好了，想好了。没事没事，不着急。现在有六万人在等。六万人，没关系，不着急。六万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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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万人。六万朋友们想一个口号也可以。六万，六万，六万，六万。三二一，越来越像是啥都不是事儿。因为搞不清事儿了呗。好了，凉菜都准备好了，那我们美眉跟海涛呢也好啊，好啊，好，先晒幕福利，你随时想上，我们随时上，先抽一会儿，抽一会儿，抽一会儿，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想要在酒店拿到哥哥们的 T 恤，即随机的签名照？好，大家有吗？有的话打出来，打一，打一。那这么说，十个晴天的朋友们，大家有没有想要的？十个晴天的也在发福利的呀，我们赶快跟大家说，我们会发三波他们的 T。一记得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，点击屏幕左上角的福袋参与抽奖，就有机会收获他们的 T 恤以及随机的签名照。中奖的朋友记得在七天之内把中奖信息填好，然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送书。那我们准备来一起好不好？上福袋了啊！第二波因为我们福袋，我们福袋太满了，你慢慢往里那个塞一点。对，因为同时除了 T 之外呢，我们的杨导还准备了十个星期的演唱会，还有他们随机送的三个人的签名照。然后呢，我也不都在随机。那你现在说不过去了，我也想要，你知道了，你知道为什么福袋要审核一会儿吗？是临时加了一点，来没这些东西。好了 ，OK， 先上第一波好不好？我们一起。一起来 Q， 好，三二一之后一起来说，没问题，上福袋，上福袋，好，好，来，三二一，上福袋。对，我们其实大家随时可以跟我们互动啊，刚才就说这个小童太瘦了的，哎呦，太瘦了，多吃点，在青岛，在青岛的那个美颜滤镜可以关掉，那个真的很白。哦，还有十七秒，好，就好。首先，我现在只剩十五秒了。哎呦，没有，那咱们一直都已经抢完了，没有没有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们上那个十个晴天的题。哇，我抢了二十个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跟大家争起来了。五袋，抢起来！大家也可以赶快那个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官方账号啊，多多关注，然后多多转发。我们这一天都会不定时的，然后每个关卡呢需要投两枚，游戏必经挑战，进入来福院享受今日的入住大餐。但是呢，在任意关卡失败都需要从头开始闯关。那怎么获得闯关的游戏币呢？场地上有三个街区设立了不同的小游戏。是的，大家可以通过去绵绵和海涛。用掌声谢谢海涛跟绵绵入住他们的小院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就在里院找我们。等等，里院，我们你的院，先去院里。好，你们把游戏币准备好。好好好，谢谢大家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而且他们也是福利官，他们会。就是时不时的为大家发福袋，好不好？一个热身的游戏，这个游戏非常简单。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大型道具没有？我天啊！叫做鞋，各团一位选出他们挂在鞋服上面来答题，其他的成员就贴。有一组先落水，那一组就失败了。陆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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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钟之后开始选择，好不好？来，选择啊，分数很高的，对。
马上有可能因为他臂力厉害可以延长时间。不是，我们里面要分析一下你的臂力。你们说了算，你们说了算。是陆卓。马兄们，你看他们，我看了怎么样？你不行。我换上上不到，你袜子那个你就别上，我袜子脱了吧。你不用，对，你不用穿鞋，鞋反正不是不要。哎，这个还好，这也烫，可以吧？对，来抢答器在，来，行，请上抢答器。没事，我擦一下，我擦，我怕那个我的手一湿，抱住了，哇，好烫啊！请抢答，请抢答。青岛人的幸福三宝是什么？请抢答。青岛人呢？幸福三宝，啤酒呀，答对一个，都吃嘎了，三二一，荠菜籽，对，我的妈，你到底荠菜籽啊？荠菜籽吃嘎了，荠菜啤酒啊，等会儿怎么回事？这个刚来呀，哎呀，山东交上一道了，厉害，我没想到，先拿下一分啊，厉害，哇，谢谢荠菜籽，我喜欢荠菜籽，山东哪儿的车牌？开始。路 A 济南车 A A 我梦一个 A 啊 A 是什么？济南嘛，刚不说了嘛，庆农嘛。啊 C 淄博 D 日照，错，来到你，一蒙圈，恭喜答对了，怎么弄？全啊，消防不对，全不知道，抢啊，换啊，换啊，这个不能忘，抢啊，三二一，对我们一开始。那是一个春天 ，no， 还是夏天，我想想冬天。超越，十个晴天答对，过年了，21之后是什么？几个菜啊，下成这样？22，恭喜答对了。疯子，来，入桌。啊，要我说，没事，一点都不累。说月跟日都晴了，九月，对，九月多少号？处女座，对，不，九月多少号？十九月，谁呀？什么东西？十六生日，我生日吗？24，哎，没，啊，好吗？哦，我能一口对，来，请展示，我能一口气喝一瓶水，就这样，一下子喝完，来一个，水，水哪里有？来一瓶，不然我们李浩可以一口气喝三瓶水，在哪里？李浩上，你俩现在差不多。我去给你拿。小童可以一口气喝五个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，我觉得。但这个瓶来了啊！当年没什么节目上就练就了一些技能。三，啊，别，没关系。当年没什么骄傲，他们能模仿他。好，来，都不升啊！停下来，接下来是上面有什么？三个字。好，到你们。番茄炒蛋。其实我们没有三个字。三个字。三个字。番茄炒蛋。对不起，王栎鑫升一格。啊，我不。有点那个，对，三个字的菜名再来啊，预备，开始。手撕鸡，佛跳墙，麻，牛肉汤，酸粉汤，牛肉汤啊，鸡蛋汤，白菜汤，张爱头，青菜汤，紫菜汤，豆腐汤，海带汤，那是黄瓜汤，热的汤。金木汤、棉花糖，可以继续。番茄汤，番茄汤说过了。好，来，陆卓这边升一格。青岛的，我的成绩开始。青岛，琴，弹琴的琴。值了吧？常见的交通方式是什么？开始。自行车，我脚开始滑了。恭喜答对了。自行车谁对了？打一个成语，开始。狗过了独木桥就不叫了，为什么？啊，狗过了独木桥就不叫了，打一个成语，难，你不行，坚持一会儿，是不是？加油！哦，哪个数字最勤劳？哪个数字最懒？一山容不得二山容不得什么？好，我也是，再来，我90度了，马上。职业名称啊，来三二一，新东人队主持人，是老歌手，副导演，哦，你这真的三。二一，设计师，调音师，装修工。我听过，我们的备用题都用干了，没想到你们两个人手劲儿那么大，是不是？哇，
掌声谢谢这两位弟弟，谢谢。厉害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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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害了。好嘞 ，OK OK， 好，哇，行，来，赶紧。好了，我们要恭喜。恭喜十个晴天，那这就已经开始，已经很厉害了。恭喜十个晴天，恭喜成功！离开学校的地图，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来打卡。这是咱们的通关地图。好了，还是不能把劲儿全部用完在这儿。好嘞，有点累，那个肯定累，要不非常的精彩。先我们一会儿现在换吗？太强了，回来等。欢迎大家来到青岛，然后我们青岛小哥会跟我们端特饮，好吗？我这个能，但是有点贵，两港币儿。对，我们李浩去投两个港币儿，是来，好好的，请投币，阿宝三港币儿，就两港币儿，咱们有三个港币儿，三港币儿，我们觉得没有不行了啊，这个有点难了，对，因为他会上头，是七杯八杯还管够。还能走，还能走，对对对，能不能让哥哥们唱一口？可以，待会小哥们跟你们来一点，可以，好不好啊？好了，来，你们三个人，还有包括，谢谢哥哥。等一下，先别动，好，先别动，哦，这是啥？好了，先别动，大家，哦，好了，哎，来了，因为挑战失败，所以失败，你们失败。怎么还要嘲笑我们？你们这边只有一枚，我们没有游戏币了，所以你们赢取完了之后再来闯这一关，好吗？好，来，大家还闯这一关，你们又没闯过。对呀，你们没闯过，他们挑战失败了。无论谁挣到了游戏币，都还是从第一关开始，好吗？来了，那他们两组的队员们可以去找海涛跟绵绵了，来争取游戏币，好吗？加油！去这我们刚才我们谈了一下，你们还差一个币，所以你们再挣一个币，我可以回来挑战这一关了。那我们可以去那边拿币啊？对啊，三个不是不行，要去那个呀，要去海涛跟绵绵那里边啊。那边的币是给的多，那边的币多。走走走走，来赶紧，哎，好好喝口水吧，喝了口水。我们就一下干，真的酸，好酸。哎，对面，老师们。还有 PK 啊，因为他游戏这样的呀，啊，三个币的都是 PK 的呀，可以啊，我们掰走吧，来掰一个，好厉害，这是哇，这还有好多粉呢，那个刚才嘉哥也说了，我们说先赢了，哎，没事，嘉哥今天也说了，保持体力啊，不知道六个小时以后大家还会不会有这样，会不会有这样的热，收拾点时间，没事，我们这个部分呢叫做武力全开，武力全开，那接下来呢会给大家对 dance 舞蹈。不是想看，想看，怪不得你在这儿呢。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给大家三个选项啊。这三个选项呢，刚才也不断的在跟大家重复了啊，有擦玻璃，有孔雀舞，还有科目三。大家可以在这个一分钟的限时的时间，时间节点里面给大家选择。一会儿大家是旋转，我说开始，大家就旋转起来。哦，我说停的时候，大家就要抢这个垫子，还得坐的。哦，跟抢座位是一样。对。一啊，可上面的粉末的意思是啊，粉末的意思就是这是真的是粉末啊啊。那它的用意是保护啊，就是让我们多长点粉哦。你瞅瞅，这个太可以了！考我！那我们准备一下，咱们就可以上了。那是不是接下来是他们说了算呢？要是我们挑对，跳对对对对，是吧？对，那大家呢可以那个，我们现在可以发起投票了。是哪个舞蹈啊？现在发起投票了。没有那个歌那个舞蹈吗？你看唱这个。很热情的话，一会儿可以下一轮，下一轮加那个舞蹈过来。哥哥给我们 solo 一个 solo， 热场，乖，好，我们也许会在下一轮里面就把这个加进来了。OK， 好，我们一分钟的时间到了呢，戴哥。还有30秒。你这是穿鞋还是拖鞋上的？就拖鞋吧，拖鞋啊。对，就每个人站在一个初始点，其实有点像那个游戏里面那个角色。对。但大家一定千万就是我们慢慢来啊，注意安全。OK， 千万别慢。六五，我用手机。三，常见的动作。嗯，一。
好，目前，哎呦，目前孔雀舞排在前面。哎呦天，哇，你别说，科目三也遥遥领后，遥遥领后，还获得309票。还有人走吗？好，现在孔雀舞获得的是4789票。嗯，好，投票结束，一会儿大家就用孔雀舞的。那各位，我们现在可以上垫子了。什么？穿鞋还是不穿鞋？不穿鞋。对，光脚会不会？脱鞋可以，脱鞋，脱鞋，脱鞋。哎呦，对。对，怎么说？好舒服，真的。我猜猜，哎呦，感觉会，哎呦，咯吱咯吱，咯吱咯吱，白雪皑皑，哎，银装素裹，哇，哎呦，刚才是，哎呦，我们每个人的状态很奇妙，每个人站在一个三角上，三角上，对对对，哎，哥哥们。我们是要绿色黄色分开吗？还是我们要穿插开？我觉得穿插开吧，穿插吧，穿插吧。那行，看这样，这样吧，那个看这样，来这个，好好，穿插一个。你帮我把这个垫子再拉开一点点，好吧？啊，对，就变成，哎，对，通哥，通哥，你跟新哥，我们换个位置，通哥。对，我在这儿，我们在这儿。对对，这么可以，可以穿插开，穿插。对，是吧？两个人脸朝前。哦哦，这朝。好，我们现在穿插开。好，那我这样，示意一下。OK， 我们现在可以每个人站在一个三角啊。站好了，来，然后呢？各位，然后呢？音乐开始。怎么转？啥音乐呢？跳啥呢？哎，跳起来。我们要转吗？跳，转，转，原地不动。以后回点上去。哎，以后回你那个。杨大郎，你好严格，记得啊。对，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一下音乐停的时候，然后大家赶快去抢垫子，好吧？音乐是什么时候停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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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俩去挡人，我们挡的我们是一对的。你想，我跳的太投入了，真的，我就觉得电子，哇，他们好聪明，好聪明啊 ！Team， 刚才没战术了，刚才被战术了，刚才被战术了，快回来吧，淘汰了是吧？哇，那他们接下来兄弟们是不是可以更加战术？对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然后接下来是，现在是这样啊，现在是这样。现在说一下，咱们这次不能战术了。哦，不能战术了，不能战术，要不然人家咋玩啊？人家咋玩啊？是吧？你给我点空间吧，好吧？你们可以想想还能有没有什么新的战术？新的战术啊！杨导有话说，要。哎呦，然后我们有军师，我们的军师给点啊！快点，我们有军师。他刚才，哎呦，我没说。我就看到这个，我们这回要动吗？哥，要转圈来吗？我觉得这一把还不转啊，还不转，但下一把有可能会转。OK， 好吧，来吧，我们会随时变换的。好的啊，来，接下来我们第二轮孔雀舞音乐，还这一轮还是原地不动的啊，开始。优美。哎呦我的天！哎，谁现在还不知道？有了，还不知道谁在哪儿？谁现在谁？没有，有一个谁还不知道？哎，用战术那个人好像没有。来，好，你用战术。我过来拍。这比赛有点悬念吗？悬念好玩吗？对。要不你是？我说你有胆。是我一下战术，像是把自己给战术出去了。好。自己把自己站出去了，把自己站出去了。现在比赛，不也不是吗？焦灼了啊！这不是刚才被焦灼圈了，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。拼尽全力，这一次我们转圈了。但是转圈的是这样的啊，我们转圈的方式啊，那我们只能用孔雀走。OK， 好吧，我们只能用孔雀走。音乐开始，好，不能跑啊，不能跑，对，要有美感。哎，转圈。哎，月信跳得非常好，非常投入。我有孔雀开屏的状态啊，那个，哎呦，谁？李浩，李浩，李浩，哇，李浩平，咱一个没有，怎么回事？我有，我有，你有啊？我有，我有，你有，我也有。弟弟，谁？你来，他跟特写，他的屁股特写，我看。
腿上的。主持人判定一下，你看他屁股坐在我腿脚上的，你看我屁股上了。那你看看，坐两个是吧？哇，厉害。那。那让公众裁判来太狠了，这个啊，我觉得是按照受力面积，哥，我受应该是按先接触那个面 ，no， 我对吧？现在还脚在你不稳，主要是我太稳了，你不稳。我跟你讲，我脚都动不了了，现在。现在是看谁的地基更稳。我现在是这样啊，现在目前看大家的脚是都在上面。哎，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取面积，哎，对吧？你要算面积的话，不行，我不输哦。这样，我不一定输哦。你是多大的脚啊？你是屁股也不大啊？你。李浩多大脚？你是多大脚？我也四号的脚。哎呀，测一下，这么巧，这就教什么了？这就教什么？你俩这样，比脚大。接下来来把脚对脚比。来，是两个比下脚，应该是李浩。新哥的脚和比李浩的屁股，是吧？哦，他俩关键他的屁股是坐在我脚上的，所以他屁股没有面积。没有屁股呢，但是因为岳鑫他有跟腱在。那现在就是非常焦灼。现在你这样，你现在屁股卡到多少？我看一下。整个垫子卡多少？啊，你现在坐死了。你现在是全臀都在还是？全没有，还带蠕动的。对，那个现在这样，确实裁判很难判定。我决定再来一轮，再来一轮，好不好？再来一轮，再来一轮。好焦灼他们，加三一轮。他怎么拿了两个都没看到？对，我刚扑了场没扑对，我感觉。好，太焦灼了。好，来，现在在这个，我最后发现说，哎，哪儿？我啥没扑到。现在在开始之前，我们让那个两位队友给出一点，就是有没有这个建设性的意见？加油！哎呀，帮我们再吹奏是吧？我们的建议就是，我们给你演奏好，来，演奏加，这就是加 buff， 对 ，buff 了，好吧。来，接下来是这样，因为刚才如果正着跳的话，很难决出胜负。我们啊，这次。我们这样横着跳，太空漫步，好吧，行，横着跳来，好吧，来，我们音乐，走你，对，我们横着跳，哎，大圈，怎么回事？大圈，哎，大圈，谢谢，哎，怎么办？不能触电了，谁？啊，嗨，西红柿。大爷，年轻人快！哎，兄弟们，马上可以玩两把喽！我们其实不让别人做就好了，咱俩就盯着台上。1:1，现在你们想换个曲，一比一很难啊！换个插播就什么曲 ？Why？好，行，哎呀，换，喂，你是换，对，我们还没换歌呢，你们换，换，我们就换，好不好？上了，换，这样观众说了算，观众说了算啊，观众说了算，好，你们说了算，时间，我们现在换不换歌，好吧？要不要换？我们现在换不换歌？换，如果大家现在想换歌的话，我们现在赶快调歌，能调得来吧？能调得来啊，能调得来啊。我叫海涛唱那个版本可以吗？对，我们要涛哥的版本才行。我的版本会不会有点太疼了？新哥，我们四人组一会儿来，看看哪疼。好，但现在其实说不准啊。你看，虽然是现在那个2-1，但是其实远哥的空间现在更大，是不是？对，什么空间啊？我想象空间。哎呀，你看，我们就垫点话，你看他跟我聊起来了。大家说换吗，老师？换不换？大家说换不换？换吧。要看版权啊！哦，是有版权，花钱啊！哎，大家说的非常清晰啊！大家非常清晰，有时候换，有时候不换，还有人说换不换都行。啊，那你这那就先不换。既然大家这么轻松了，那我们这把还是先孔雀舞弄完，行？好，孔雀到底。这次我们又加规则了啊！这又加规则了，咱们这次不能动手了。哎啊，不能动手！哎，不能有抢垫子啊这种环节，全靠能用屁股。哎，只能用腿，只能用屁股。屁股挺大的。长长，哎呦，有点劲儿了。大盘子，示威啊！哇，我这可是挺稳的。来，碰瓷儿了，各位，我们音乐准备开始。吓一跳是吧？来，好。这次自由那边是啊，但是还是得哦，哎呦，
走正常圈，走正常圈啊，正常圈。先走圈，先走圈。哇！哎，这个呢？谁的屁股受力面积大？哎，看看屁股印儿。我看看啊。对，看一下，裁判。来，先看不到，现在这样，双方说一下。哎，你远哥，你坐上呗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感觉。但是我的两个屁股都感觉到了均匀的受力，有感觉，坐在柔软的垫子。会不会他的腿是吧？如沐春风吧。来，接下来你们慢慢走啊，慢慢走，我看一下，慢慢走，哎，慢慢走。哎，哦，弟弟赢了，哎，没事，多谢哥哥承让，没事。谢谢哥哥，这俩屁股真的关键时刻还挺好用。远惜败，行，惜败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的，这个那个武力全开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们简单的可以先来调整一下那个，可以拿三个币。哦，没问题。多谢哥哥承让。啊，没毛巾吗？擦，反应快。还好。来。哇，擦那个眼睛，对，变色了，眼睛擦一下，看看汗，对，擦脸，擦身，我没出汗，我得三个币，一轮就，哎呀呀，哎，来吧，来了，我蛮喜欢这样，刚才那个失败，怎么真菜去？三枚币了，三枚，啊，姐，我们的也拿走了，来，我们的也拿走了，没事，水分很多。反正都有的，币长这样了，对，可以，哇，好币啊，很精致，还不错，抓个币啊 ，DJ， 那我们现在有四枚币，我走，我们一个都没有，攒，因为那个场外对那个直播呢，万一给豆菜哥，啊，那个，我那输了，玩，可以玩，这个感觉踢到豆菜哥，对，哎，但不用扣币的是不是？我输了不扣币，那可以玩，可以跟着玩嘛，来，游戏总失败这个没意思呀。是这样，咱不用可一个好那个免子在上面呢，是他负责那个，让海涛哥休息一下，我们上去喝。我准备点别的歌，可以，你们再过来了就玩这个。行，哥去签版权吧。我们还有各种别的游戏等着大家啊。行，那我们上楼。对，上楼。是，来吧，先喝点水。刚才他们赢了哦，抢吧啊！跳舞啊，怎么输给弟弟呢？主要反应，那就是我这不擅长。对啊，关键弟弟身手敏捷，他们太敏捷了。对。但是我们这一部分的游戏有可能，这个规则非常简单，怎么说？是前奏猜歌，猜歌。但是。怎么说？我们是需要通过接力的方式才歌。哎啊，我们放完前啊，第一道题对。然后我们一共是有三个曲库，分别是经典老歌、流行热歌以及影视剧 OST。所以我觉得哥哥们好像全哥哥 OST 大手，就有你们的歌在。我跟你讲，我只是写的多，但听的也不多。哦，经典老歌，里面很多可能就是你的歌曲。热歌，来。然后我们三个曲库呢，将由对，比如说啊，是《爱在西南》。C档吗 ？C 档，来，我们的军师，你是西档吗？西档，我杨哥西档。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告诉你这个水枪啊啊，流行热歌的投票的朋友比较多，你看到实时趋势，听出来，啥投的比较多？我看咋看的？是啊，流行热歌，但倒计时是七秒。哦，很焦灼哎，经典老，但是如果你答错了的话，就会也受惩罚啊，你不能瞎抢麦啊，对不对？我说没有答，我们不答，就没抢吗？好，我们是经典老歌获胜了，朋友们。经典老歌，经典老歌，慌不慌？弟弟们，慌不慌？冲出去抢啊！冲出去抢！这怎么抢啊？特别老，不会特别老的，就这边有，对，有曲奏，就是抢了冠军就不能说。可以看一眼我的曲库，说一下歌词的字儿。哦，来吧，说歌好了，所以一定要慎重啊！准备好了吗？不急啊！ OK， 太好了。好，我们开始。别撞到了。红日，哎不是，他们说了两个，一个人只说一个字，他们同时说是红日。回去，我刚才唱的躲，他唱的咪。我觉得稍微有点牵强，浩浩。对，人家确实没关系，他可能有些音部不太一样。我们先试一下节奏，我们不喷吧？我们不喷，哥不急，我们自愿啊，自愿。如果答对的话，其实可以自愿惩罚对方。哥优先，哥哥们说先拿那个，没有，我们先防御一下，我们防御。现在我们是再就业1-0，不急。
哎，准备好啊！哎，行，等一下，坐好，坐好，屁股要坐在这儿，对，坐垫子好不好？不能离开啊，不能离开坐垫啊！来，第二道，三、二、一。小心小心，好啊，说磕一下，我大概知道，答错了，我该受惩罚了。别走！滚他们！你说他们！你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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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前是打平啊，目前是打平，白热化了，完蛋了，刚好凶险天地的。哎，怎么导演组没有评分题？真的拼速度了，好，拼速度，来冲！我甚至我这样，我透个题好不好？下一道题是五个字以上的歌名。OK， 我知道，我大概猜到的应该是个什么？其实对，其实已经很局限了。第三题。啊？啊？回答正确。不是，太急了，我以为是失恋战线联盟，是失恋阵线吗？啊，阵线是阵线，我没听错，我下次我以为说错了，那就纠结了。啊，你给新哥洗脚呢？谢谢，给哥洗脚，洗脚。我们以为弟弟们答不上来，现在我们是二比一，提前预判了。现在战况，但我觉得下一道题应该是对哥哥来讲是白送的了。哦哦，下一道题稍微，我觉得可能你们听过，但很难叫出名字，稍微有点年代感。但是我们怎么样？金曲达人。再透一下，五个字以下。五个字以下。哦，准备好了，第四题，三、二、一。啊，我知道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邓老师，你说的是？哎，我再给你次机会，哥。我说第一个，我说第一个，护花使者啊，对了。但是我很好奇，虎哥你要说啥？哥，还是哥？先生们，我说护花使者啊，这行这样，我们这道题暂且算对啊。但如果下一次有个人第一次说错了，就直接算错啊。是啊，我们现在是打个人什么？哎呀，哇哦，怎么样？第五题其实应该可以，对，应该可以，我觉得没问题，非常有标志性的一首歌，非常有标志性。卖萌，正好五个字。哎哎，五个。你这样，你们现在猜对了，我白送好不好？白送，我就直接送两分。今天老高五个字，白送两分。我不听，直接硬猜，白送两分。硬猜，硬猜，五个字的。硬猜，盲猜是不是？对，盲猜我。盲猜五个字。猜输了怎么办？输了怎么办？它比较地域性这个歌，然后比较惨，比较好。比较惨，就是比较地域性，那应该是要不我们酒干倘卖，加两分五啊，真的，真的加的，真的，酒干倘卖，就这样，你咋猜出来的？没有啊，这他可能这个太厉害了，我们上这个太厉害了，两分那啥了，哎，要不放一下，放一下前奏，放一下，放一下，对我没有那什么，前奏可我没有偏袒啊。真猜不着，其实听前段有调调了，有调调。哇，这也太厉害了！完了，这我们得让牛星。我下一道题真的太简单了，还是听吧，好不好 ？OK OK。下一道题我也不能剧透了，就直接来吧，就只能拼速度了。来，三、二、一。啥歌？哎，其实我知道这歌。哈哈哈哈哈！赌一把吧，又回来了，我试一下。放喷。哎，虎哥，你要不要先？我们在后面，一人来一个。来来来，哥哥们，别别，这道题用不上那么多人。是不是两个字？我觉得有可能能对哦。错了，不是这个。年不是这个。是啊。确定一下啊，倒数五个数啊。右的不是。第一个字，五、四、三。哎，其实我们这道题，哎，哥，我们这道题是不啥歌？这道题是不过的，除非观众说过才算过。我们要一直抢答这道题。那我们继续往后放，再抢，继续往后放，再抢一次，继续往后放，再继续往后放。哎，反正我们也稳，我们对，继续往后放，听听歌。不急，没事啊，不能过的，对，不能过的。是，如果扣一分可以过，不是应该从你们可以放歌词？还挺熟悉的啊。我们的军师可以说话吗？不能说。对啊，我再试一下，军师可以给意见。哥，啊啊！你冲一下吗？不能往后放，哥。
来第一句吧。他们只是记得童年呀、啊。不是，不是。童年我听过，不是这个。不是，哎，你们答错了跟不答都是要受罚的，为什么不答一下呢？我坚持。听过哦，我们刚没答是吧？刚才没答，放弃了。打了。哎，不，我说倒计时五个数嘛，然后你们放弃了。哎，那没有啊。哦，哎，说了童年，以我的评判为准，好不好？再来一次，来，对，因为刚才我以为你放弃了。哎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是吗？是这样，罗大佑版的，应该是。下一道题真的就是纯送分了，朋友们，全部都送分了，罗大佑版的，这题也太送分了。我觉得最多想两秒就能猜到。OK， 来，我们下道题，三、二、一。真就给两秒，这两秒，进来。请作答。你们说第一个字。你说第一个字。你说第一个字。第一个字啥来着？美。哎。哦。回答正确。目前是4-4打平。追上来了。哥哥们不让了。不让了，不让了。哦，哥哥们发力了，感谢我。准备好了。来，也很简单啊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不能离开电子。拿起了光辉帅啊！哇，这歌，我军师打到我。OK， 兄弟们，下一首歌到了我们的舒适区了，舒适区了，非常舒适。哎，可能是我的舒适区，不是你们的舒适区。真假？那、哎、我觉得是到我们那个年代了，开始。哦，我们那个年代了。哦，到90年代了，是不是？是一首女生的歌。女生的歌。哦，什么歌？几个字？啊，那不能再说了。你听吧。哎，三、二、一。不能离开电子。哎呀，这个游戏就像一场游戏。回答正确。